结构中 AB 杆的轴力是多少？就是这个是吧？这根杆。那怎么求？怎么求 ？A、B、C、D 选哪一个？他们考上就有这个栏目，他们考试。好，同学们看啊，这是 A， 这是 B， 是不是？这个例，这有个例 F， 然后呢，这是不是也有个例 F 啊？是吧？有个例 F。要求的是哪一个？求的是这根杆的力。哎，大家说这根杆 AB 杆是不是横架杆？我们学过横架吧？学了横架性吗？横架的杆，它杆件的内壁只有什么力？是不是只有轴力？只有轴力。所以 AB 就是个横架杆，是不是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阿米杆，它的内壁只有轴力。就是说只有什么呀？只有轴力 FN， 这是 AB 杆的，就是说它只有这样一个力。那这个力等于多少呢？这是我们要求的，是不是？开始啊、哦，这是求内力，所以第一步我们要来求什么？求直坐反力，是不是？直坐反力吧，这是必须要解决的啊、哦。直坐反，大家一看这个定位多少？水平的定位多少？水平的力只有它一个，是不等于零啊？等于零，认真听啊！这我在黑板上写是必须要搞清楚的啊！好，这个水平的力等于多少？咱们可以对这个角取距吧？我可以对这个角取距。那这个力说，哎，同学们不用想了，你看看，这个是一个对称的，这个是 F， 这个是 F，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 F？ 这个是不是也是 F 啊？求都不用求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直接可以看得出来的，对称的嘛。好，再怎么办？咱们的目的是要求谁？求他吧？怎么办呢？咱们看到这样子，我们看这样，把做一个截面这样拆开，看到没？我做一个截面拆开，我取左边或者取右边都是可以的。我现在这里就来取，我就取右边，好吧？我就取右边，取右边要对它进行，那这里就不看了啊，我把它去掉了，擦掉了。是不是这样子？
这就是我们要求的力。这个地方其实也有两个力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地方也其实也有两个力啊、哦，两个什么力啊？一个水平的，一个竖向的，是不是啊？对，我们就是 F C Y F C 什么 ？Six。这个受力图就没了，分析清楚了吧？我们现在要求的是哪一个？求的是它吧？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同学们知道吧？我是不是这个角持续啊 ？Sigma 是 Sigma 什么 ？Sigma 一分 c 等于零吧 ？Sigma 一分 c 等于零，那就可以写出一个什么方程出来？一起写，所有的力跟这个角持续。F 乘以多少？乘以四，对。减去这个 F 吧，减去 F 乘以多少？乘以二。还有嘞，是不是还这个力啊？这个力是不是也要减去 F N A B？乘以多少？二。二。没有了，是不是？等于等于零。那由它，我们就可以解出什么？解出我们要求的 AB 杆的角力等于，这是两倍 F， 是不是就等于 F 啊？是吧？就等于 F 啊，就出来了。也许我们是假设的就是个拉力，看到没有？这根杆，我拉这个节点，反过来节点就会拉杆，所以 AB 杆是受拉的，这个力是拉力，这个我们设的就是一个拉力的方向，求出来是一个这个 F， 所以选什么？选 D 吧，选 D 啊，是不是选 D 啊？对。就这样去求的，最后清楚没？清楚。清楚。嗯。OK。我们再来看一个，在图式结构在后台做一下，第一杆的轴力，第一在中间吧，它的轴力为，这是一道判断题。其实判断也好，判选择也好，都是要咱们实实在在的去把它求出来，是不是？对，这应该会做了吧？做做试试，我不知道大家的选择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我试一下。所有的力学一定要自己动笔。我看你做的，看你做的差不多。第一步，求着做反应，是吧？
是个对称的结构，这做法那叫平方嘛，是不是？整个向下的力是多少？三个 F 吧，那每平方多少？这个力是多少？怎么是 F 呢？那个是怎么会是 F 呢？这做法呢？多少？向下的整个有多少个 F？ 有三个 F 吧？嗯嗯，这个不用去算了，这个是不是一个对称的结构？就平方嘛，三 F 除以二嘛，想不清啊，嗯，向下的是不是三个 F？ 这是不是一个对称的？两边的直坐是不是各自承担一半？那就是三 F 除以二呀。所以这边是三 F 除以二。那边也是三 F 除以二，是不是？是。是的，那你就没必要去算了，很快。对啊，三 F 除以二，就是没必要去算了，没必要去搅局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。向下的是一个、两个、三个 F 嘛，你这个等于零嘛，这就是一个对称的嘛，每平分一半，我说它平方嘛，每平分一半，所以这三 F 除以二，对，算都不用算，你还可以讲曲曲等于零，搞半天了，嗯，已经做完了。那就是看过去算了，我不知道，我也没看。嗯，那个时候满是多少？制作法的地方不对，那你这个类比就不对，是不是？三 A 除以二嘛。向下的是不是三点五？一个平方三个是吧？那这个水肯定是个零吧？那这个结构是不是一个对称的？那这个直角和这个直角承担力是不是一样大的？那就三点二了。小张，我问你，这个力和这个力是不是一样大的？因为这个等于零嘛，是不是？这个是不是对称的结构啊？这是连着率，是不是？所以每个就不分为一样大嘛。剩下的是不分的，三个 F 除以二，所以这个是不分的，对吗？是不是有这个不分的？不分的吗？我不知道你这做法对不对啊？这做法没错，你求错了，那你这个改的那个就肯定错，是不是？他们没有错，对，是吧？
解链解开，取用这个，就像我这个分析的，就像那个一样，它的不同。你咱们过去把这个六合解出来了，再试试看。
我们来看第三节，合理的描写。什么是合理的描写？大家看定义，在给定的荷载作用下，整个截面只承受轴力，弯曲截面的位移，那这样的等轴我们就称为合理的轴线。那我问同学们，合理的轴线上面截面上的内力只有什么力？根据定义，只有什么力？只有轴力，是不是？只有轴力，它的截面的弯曲作用。那怎么样来确定合理的轴线？他们是不是就电力的弯曲等于零啊？我们刚才说任意截面的弯曲等于这个解析这个，是不是等截面的弯曲，等各个截面上面的弯曲是不是等于这样的式子？我就任它等于零，是不是就弯曲为零了？弯曲为零，截面就是为零了，所以那个内力就只可能只有轴力的。那由它就写到什么？那它就等于 F 零比 F h， 这个没问题啊。这就是合理的轴线的方程，弯曲表达式嘛。但是注意，这个只是竖向荷载，我们下面这里同学们看一个例子，剩三小轮承受水平方向均匀分布的竖向荷载 Q， 要你求在这样的荷载作用下，我们要来求它的合理滚轴线，就是说 y 的表达式是一个什么样的函数图形，它就是合理滚轴线，它的截面上就只有轴力，没有弯曲和截面。那我们要来求呢 ？x 坐标，咱这是 y 坐标，好吧？坐标原点在这里。大家知道 y 刚才是不是 m 零 b f h？ 是的吧 ？m 零 b f h。M 零是什么？跟它跨度是一样的，荷载是一样的，这样的一个相应的量，我们叫做，就是说相应的解质量。这做反例是不是这样写 ？QL 除以二吧 ，QL 除以二。那 M 零怎么写啊 ？M 零。因为我们必须把 m 零 x 写出来，把 f h 写出来，这个 y 的表达式才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现在 m 零是什么 ？m 零是这个相应的解质量的弯曲方程，是不是？任意 x 截面，那我就在这里，任意 x 截面是不是？任意 x 截面，这个截面的弯曲等于多少？这个同学们应该写得出来。这个节目的弯曲就是两个力，一个这个折中法力，是不是还有这个这一段中部荷载呀？两个根本齐聚，那我们就来写，那 m 零 x 就等于，哎，这个力二分之一 QL， 得到它的距离是不是乘以 x 啊？好，还有中部荷载怎么写？中部荷载就是二分之一，Q 是不是乘以 x 的平方啊？二分之一 q 乘以 x 的平方，看到没？两个相减吧，对，这就是零不零 x， 任意 x 截面，解质量的弯曲的表达式，就这个样子。好，还要来求 f h 是不是 ？f h 怎么写 ？f h 是这个滚节三角滚的水平推力吧？水平推力。等于这个等于什么？他有可能不记得哦，这个水平推力我们也可以去求啊，也可以求得出来啊。这个水平推力怎么去求？水平推力怎么求啊？看这里，如果你不求
道这个根是没关系啊。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是 M C 点除以 F， 你不知道没关系。我从原始的地方来求，这个数学能力是多少？我问你们，这个数学能力，你是不是对这个 A 条取距，是不是这个数学能力可以求出来？你求出来肯定跟这个是一样大的，也会是这么多，也会是这么多。也就是这个制作数项的制作法律我们知道了，同样把 CB 隔离出来，我对 C 角取距，但是我为零，对 C 角取距就得到什么？就得到这个制作法律与这个水平的力是不是之间有个关系？这个是知道的，这个数项的力就是这个数项的力，那就只剩下这个水平的力不知道了啦。那这个水平的力当然就可以求得出来了，这个水平的力我们求出来就可等于这么多，不信你们去求啊，求出来就是等于这么多。那你就把这两个式子怎么样啊，带到这里面去，带到这里面来啊，把 M0 和 FH 带到这里面来，所以 Y 点表达式就出来了。这个除以这个，你看，除以这个是不是乘以它的导数？是吧？八 f 以上 q f 平方，它是除以它嘛？是不是就是乘以它的导数啊？对，我们这个东西，把它合并，就这个样子。哎，你们发现没有？这就可以了。f 是已知量 ，l 是跨度。这里面是不是只有 x 是未知量吗？所以这就是大家发现没有，这个是关于 x 的一个一维二次方程，这是不是就是抛物线？对，这就是一个抛物线啊，二次抛物线。这也就是谁的合理等轴线？这就是三角梗，这样的三角梗在这样的直负负载作用下，它的合理等轴线方程就是这个式子，这个是。如果按照这样的曲线设计出来的等轴线，那各个截面上的对比就只有轴力，没有弯曲和截面。你要说什么？因为 yx 是什么意思？啊 ？yx 是什么意思？没听清楚。yx、这个就说明 y 是 x 的函数啊，它的自变量是 x。y 在这里啊 ，yyy， 刚才。刚才我给你看啊，是不是这个？这个 y 就是 x 的函数嘛，我只是没写出来而已。这个 y 清楚没？它也是 x 的函数，我只是没有写成 yx， 没有那样写，它是 x 的函数。函数知道了？不行。嗯。是一个 f 乘以 y， y 是一个零。是这里还是这里？这个。f 乘以 y， y 应该是一个零。哦 ，f 乘以 y， 是啊。没错啊，这个 y 是一个函数，可以乘啊。有什么关系呢？没关系啊。这个是梗任意截面的弯矩，它是不是可以这样写？它的表达式是不是？嗯，你不要以为 y 是一个 y 是一个数啊 ，y 不是一个。你给定了就是给 x 的值 ，y 是一个值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写还是可以这样写啊。你看到这里没有 x， 然后这里又来了 x， 是不是？不是这个意思。因为这个弯矩没说是哪个地方的弯矩，它只是任意 x 截面的弯矩，所以这个 y 值也就会随 x 变化。
给定矩阵的 x 值，如果 x 是某一个值，那这个 y 是确定的值，是不是？如果按照这个东西去分出来的还是活性，这就是个抛性，抛性，这也就是合理的模型。我们再来看搞得清吗？这个估计他也问费用挺溜翘的啊，我都不想跟他们讲了啊。我们就讲这一个例子算了，讲这个例子啊。快给他们看一下吧，还有几分钟啊，看一下。这也是一个三角锥，哎，这个荷载跟刚才它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刚才是一个水平方向的一个局部荷载 Q， 现在这个载荷它是一个这样的 Q 等于 Q 随加伽马 y， 大家知道 y 坐标啊？你看这个地方是 Q 随，也就是 y 等于零的时候，是不是 ？y 等于零的时候，你看这是坐标原点嘛？这是 x 轴，这是 y 轴。这是 y 等于零， y 等于零带进去是不是就是 QC 啊？ QC 这个地方是最大值，因为这个截面 y 很大了，是不是？ y 很大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伽马，它没给啊。也就是说，它是这样一个，它的载荷极度是这样一个线性分布，是不是？对，它是个变化的量。那怎么办？咱们要来求在这样的荷载作用下，这个梗它的轴性，它的 y 是跟 x 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？我们它才是合理的轴性。它的各个截面上的内壁就只有什么呀？就只有轴力。我们要把这个 y 的函数把它找出来，是不是？怎么找？注意听没？刚才是 m 零减去 fh 乘以 y， 是不是？为什么这里有点不一样呢？因为我们的坐标偏移了。原来坐标原点在哪里？原来坐标原点在这里，在 a 点。原来我们的 y 是朝上的，不知道你们还记得不 ？x 还是朝右的，我们的 y 是要朝上的。这里呢，坐标原点到这里来了。我们的 y 朝下了， y 朝下，所以我这里给一个负 y， 就朝上了。这个呢，这个 y 原来在这里，是不是现在坐标原点到这来了？是不是增加了一个 f？ 我就加上一个 f， 看到没？这是坐标偏移，使得这个有所改变。好，看到没？好，到这里啊，同样。我是不是令它等于零啊？那就得到它等于零，就得到这样一个式子。这个式子同学们想，我们本来是想要去得到 y 的表达式，是不是啊？那我们就要知道 m 零等于多少，我们要知道 fh 等于多少。但是 m 零你求得出来吗？很难，为什么？这设定是减值两个相应的弯曲表达式，是不是啊？但是我们的载荷是这样一个载荷，咱们的表达式弯曲的表达式是不是不好写？所以怎么办？完全不好写，我只知道 Q 的表达式。但是同学们，你要想到这个式，想到哪个式呢？想到弯曲对 x 的两阶的等于负 Q。要联想到这个东西，这个 Q 的表达式是不是在这边？看到没？在这里。因为 y 的表达式我们不好写，所以你要去对 x 求两阶的，这个东西就会出来。
就是 m 零对 x 两的导，看到没？这是个常数，这个有什么好处？看到没？两阶导，两阶导是不是跟这个载荷就挂起钩来了？嗯，好，继续，看到没？等于辐射，那就等于什么？那负 q 负跟负号去掉，那是不是就等于 q 除以 f h？是吧？带进去，把 Q 的表达式带进来，把 Q 的表达式带到这里来，那就得到什么？把这两阶导减去，把 Q 的表达式带到这里来，是不是一个 y 等于这个等式？嗯，你们看这是个微分方程，是不是？这是一个二阶的非其次的微分方程，咱们可以去求解，怎么解啊？等于它的一个藤解，其次方程的解，再加上它的一个特解。这是个二阶常系数线性和奇数微分方程，是不是？它因为高等数学你学了吧？学了啊、哦。那我们求解，求出来它的是这样一个解 ：a、b 是两个求解微分方程，会有一个边界，会有一个几何常数，是不是？积分常数，你们看看，基本上 x 等于零的时候，是不是 y 等于零啊 ？x 等于零的时候 ，y 是等于零啊？看到没？还有 x 等于零的时候 ，y 等于导数，这是一根对称的曲线，在这一点，它的斜率是为零的，它的导数 ，y 的导数应该是为零的，是不是？对，那么这就是两个边界条件，你把它带进来。是不是可以求的 AB 两个常数？对 ，AB 出来了以后再带进去，那 y 表达式就是这个式，这就是咱们的合力等柔性方程，就这样出来的。这个是曲率线才会出来。这个就要用到一些高等数学的知识了、啊，你们解微分方程，解微分方程。我这里没跟大家讲啊、哦，你在这边了解一下就行了，好吧？半径方向，沿着半径方向。
价钱的。